今天做啥菜呀？今天做大拌菜，这菜非常好啊！一会儿有没有兴趣，咱俩喝点儿？喝点呗。嗯，喝啤的还是喝白的？你说吧，喝啤的，喝白的，还喝红的？咱家有那些酒吗？咋没有呢？那咱喝啤的吧，行吗？行。这是大拌菜。西红柿，刚才是胡萝卜，然后尖椒。呀，一切好。其实大拌菜什么都可以往里放，把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放一下。大拌菜嘛，青菜是吧？清淡。这是红的，放的白菜可以放白菜，这是油麦菜啊，这都是去火的啊，非常好吃。哎，就啥都可以往里放啊，啥都行，你喜欢吃啥咱就放啥。还是素的，还有苦苣。苦苣也可以放，放那么多样能行吗？哎呀，你就等着吧，一会儿在吃的时候小心把你的大牙都带进去。好吃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认识吗？嗯，这个、不认识。疙瘩白。什么疙瘩白？这叫生菜，这是原生菜啊，生菜就不要切了。这个咱就手撕啊，实际上饭店做好多都是可以手撕，白菜啊、油麦菜都可以手撕。嗯，你那撮菇的还能吃吗？哎呦我的妈，好吃，嗯，好吃。最后放点蒜啊，这个拌菜的时候必须得放点蒜。大盆洗手了啊，别嫌我埋汰。我也没看着到底洗没洗，也不知道啊。都切完了，咱们就开始放入灵魂的小料啊，料汁儿。这是白醋，少来一点就行啊。这知道是啥不？这是啥玩意儿？香油，自己存笨榨的香油啊。这个呢，蚝油啊，来几下就行。也挤不出来了，该买了啊。好的。嗯，蚝油，这个是酱油啊，手堵着点，别一下倒多了。你这倒了也不少啊。哎，多些菜呢，咱俩吃多些。这是盐啊。行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盐行了。别说多少粒儿了，这个是味精。为啥不倒点小鸡精呢？鸡精拌菜咱就别用了啊，起不到什么作用。白糖，哎，来两下子是吧？再来一下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你看我用点调料，你这行了，行了，怕浪费啊。没有调料能好吃吗？小芝麻，放点。再来一下。行了。哎，用上你刚洗完的手，你就夸夸就抓就行啊。就这些菜。你到底是刚洗完手，还是刚上完厕所的时候？喜欢吃辣椒油就可以放点辣椒油啊，但是吧，这不是特殊情况，这嗓子刚好吗？咱就辣椒油咱就不放了，好吧？你这柴锅完了还能吃吗？哎呀，一会儿你看看吧，我给你撑死老爷子。咦，哎，就这么抓它，抓它，好不好吃？一会儿就看盘底儿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酒准备准备呀。好的，准备点酒。你别说，做完还挺好哈。哎呀，一会儿你就尝尝第一口，你看好不好喝。这个是你的，能喝了吗？慢慢喝。这个是我的，我先倒上啊。行，完了咱俩碰一杯啊。来呗。这玩意儿好喝呀。好喝吗？你看这玩意儿苦的溜的跟尿似的。
正好一瓶啊，正好一瓶。来一个。好嘞。哎呀，哦，我先尝一口啊。尝下去，非常爽口。就是这小菜配上这小啤酒一喝，我这是冰镇的啊，我给你拿的是常温的，非常好吃。是挺好吃哈，好吃。你吃啥呀？我吃也挺好吃。明天再给你做点别的。行。嗯。做个炒菜啊。嗯。来喝一口。哎。对，不像生活多好。你慢点吃吧，你给我留点。哎呀，刚才你不还说不好吃呢吗？刚才我也没尝啊。你闻闻我这手还是拌菜的味儿。嗯。哎呀。你还加啥了？去，就剩大蒜了。好吃吗？不是说咱们做少了，太好吃了。磕这些花生瓜子。干了得了，来吧，吃这些了。没够呗，明天能不能多做点啊？明天多做。行。脸都红了。